我们12级的粉丝呢，我们12级的粉丝也有一个新的群，大家可以一起加入啊。感谢小马哥，欢迎我们直播间的铁粉们回家，感谢关注，谢谢大家的小心心。什么选择？就是有一个5级群，我们5到8级的粉丝牌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的5级群，申请加入我们的5级群。然后我们9到11级粉丝牌的朋友可以申请加入我们的9级群，12级及以上的朋友可以申请加入我们的12级群。我讲明白了吗？谢谢大家的粉丝灯牌，谢谢谢谢，欢迎南苑，感谢大家的人气票。这里有一个助力打榜，助力打榜点击进去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邀粉丝团成员助力，我们点击立即邀请，然后私信到我们刚才所加的这个与自己粉丝牌级别所对应的群里面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退出去回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互相点击5次的分享链接，每人每天就可以最多获得1330张的完全免费的人气票。大家可以一起先做一做任务啊，我们10点到11点的时候我们再一起送出来。谢谢大家送来的小心心，感谢大家的粉丝灯牌，欢迎我们直播间新来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感谢真心真意，谢谢玉墨书香。谢谢关注，感谢天下不乱，谢谢伟大人民。谢谢大家的点赞。执着，我们的古筝演奏即将开始，做完任务的朋友别忘了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双击屏幕点点赞，我们一起双击屏幕点点赞。助力我们的免费票，助力。
我们的人气榜。感谢大家的关注啊，谢谢大家，辛苦啦，朋友们。那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古筝演奏，对，大家可以一起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我们的群里，也欢迎我们的铁粉老粉们回家啊！谢谢大家的一路上的支持，大家等这个群也很久了，是不是？有很多朋友，不管是直播间还是私信，都在诉说我们应该这个建群啊，终于建起来，大家就可以一起积极的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里，好不好？因为确实这个人气票要靠我们团结的力量，大家要团结一心，那我们就要劲儿往一起使，大家一定要多多的这个分享，我们一定要增加我们免费票的这个基数，大家都会轻松很多的。从我们建了群之后，其实我们的免费票已经多了非常多了，所以感谢大家。好，话不多说，我们的演奏即将开始。首先呢，同样送给大家一首我们直播间的经典作品《梁祝之化蝶》，希望大家喜欢。感谢大家送来的小心心，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一起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家人们。生活幸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非常非常正能量的歌曲，正能量的歌曲，送给大家一首《精忠报国》。
听众宝哥送给大家，觉得好听的朋友，我们一起在公屏上打一波掌声。谢谢大家的点赞，感谢诺，谢谢星辰，感谢南苑。
的中国心送给大家，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所有的中国人，谢谢大家的掌声，感谢大家的点赞，谢谢大家送来所有的粉丝灯牌，谢谢陆的红包，感谢大家的35万赞，谢谢大家的35万赞，辛苦啦朋友们。好，那接下来呢，同样我们送给大家一首非常一首同样是非常霸气的作品，也是一首来自陈红刚老师的作品。说的是精忠报国，我的中国心上一首是精忠报国，一首霸王别姬送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分享，谢谢感谢团长，欢迎若晨，谢谢大家的掌声和点赞。咱们我们一起先这个做免费票的任务，然后我们10点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再送免费票啊，这样我们要不然我们就浪费掉了。10点开始大家再送人气票，谢谢大家送来所有的小心心，感谢大家的掌声。刚才这首呢叫做霸王别姬，也是一首非常霸气的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同样是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叫做万疆。我们一起用这首作品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越来越好。一首万疆送给大家。星星，红日升在东方，是的，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木本，感谢木本。那今天呢，我们送一首，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首歌，一首《军中绿花》，送给最可爱的人，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势的。感谢洛黄，谢谢洛黄。
送来所有的人气票，感谢大家的掌声。金钟绿花送给大家。刚才对这个一不小心给串曲了，大家都听出来了是吧？以后不能犯这样的错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同样送给大家一首军旅歌曲，叫做《军港之夜》。谢谢大家送来所有的人气票支持和助力。哇，我们现在是人气榜的第七名，我们离上一名只差1.6万人气值。哎，谢谢大家。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一起分享我们的链接到我们的群里。先做一做免费人气票的任务，一起助力我们的人气榜。我们现在是第七名，大家可以一起送出手中免费的人气票。哇，我们已经42万人气票了，辛苦了朋友们，我们离上一名只差1.9万票。感谢清新，谢谢晚歌，感谢开心，谢谢张福星。好的，那接下来的一首同样是一首很正能量的歌曲，我们一起同样致敬我们最可爱的人，一首《为了谁》送给大家。感谢梦想成真，谢谢火神来客，感谢张福星，谢谢子涵，谢谢大家的人气票。
谁送给大家，我们一起致敬军人，致敬最亲爱的人，感谢随缘，谢谢卧下凡兮，你们辛苦了，感谢少爷的花开浪漫。姐妹们辛苦了，辛苦了，朋友们，感谢大家送来的小心心，感谢大家的人气票支持，谢谢大家啊！我们一起，哇，我们的人气票现在已经55万，位列第六名了，家人们太厉害了，非常感谢每位朋友们支持和助力我们的人气榜，大家可以一起我们在我们的群里助力分享完成我们的免费票的任务，然后一起送出手中免费的人气票，好不好？感谢老李，谢谢威毅，太好听了，一首为了谁，希望大家喜欢，谢谢我们榜上所有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洛，感谢洛黄，谢谢若晨，感谢南苑，谢谢小马哥，等等等等，所有的朋友们辛苦了，辛苦了大家，大家这个我们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一起点点关注，黄色爱心呢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灯粉丝团粉丝灯团，一首为了谁送给大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好听动人的音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15的月亮。
九师兄，谢谢信雄。双击屏幕点点赞，双击屏幕点点赞，感谢九师兄，谢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的支持，辛苦了朋友们，谢谢家人们的点赞，谢谢大家的人气票。我们没有加入我们粉丝团的朋友啊，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朋友，大家可以一起点击黄色的爱心，然后一起申请与自己级别相符合的粉丝群。谢谢大家的90万赞，感谢大家，谢谢向王行，感谢不渡，谢谢九师兄，谢谢所有朋友们的人气票支持。哇，我们已经954人支持和助力，64万人气票了，辛苦了辛苦了，我们榜上所有的朋友们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大家的人气票啊，感谢九师兄，谢谢大家的粉丝灯牌。一首十五的月亮，希望大家喜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送给大家一首非常经典的民歌，大家一起听听这首。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好不好？谢谢大家的点赞，感谢大家的掌声，
也欢迎我们直播间新来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我们在左上角一起点点我们直播间的关注好不好，一起双击屏幕也帮我们直播间点点赞，大家的每一点每一滴的支持对我们直播间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支持和助力。那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同样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民族歌曲，有静心一点的吗？好，下接下来我们可以来一首静心一点的。这首歌大家一起听听是什么名字。感谢思韵，谢谢新哥，感谢九师兄，谢谢所有朋友们的人气票支持和助力，我们已经72万人气票了，辛苦啦。送给大家，谢谢大家的人气票，感谢九师兄，谢谢大家的支持，辛苦了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大家刚想听一首静心一点的，但是这首歌呢我们送给大家，大家还记得我们的暗号吗？好久没有这个弹这首歌曲了，我们的老粉铁粉们还在吗？感谢若晨，谢谢九师兄，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助力。
老粉还是有很多的，是不是？感谢恶皇，谢谢九师兄，一首你莫走送给大家。谢谢家人朋友们，感谢七公子，谢谢大家一起支持和助力我们的人气榜，大家可以一起进入我们的粉丝群，一起做一做我们免费人气票的任务，一起支持和助力我们的人气榜。目前我们是第六名，1278位朋友已经助力了，我们已经86.4万人气票了，感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感谢耕耘，谢谢七公子，谢谢大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欢快的歌曲。
了人气票，哇，我们已经第五名了，天哪，太厉害了，朋友们，我们已经93万人气票位居第五名了，谢谢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朋友们的支持，感谢大家，谢谢九师兄，感谢人生路，大家可以一起看看我们手中每人每天免费的人气票，大家有没有一起送出来，我们每天可以助力一个直播间，大家可以一起支持一下我们的人气榜，谢谢大家，感谢九师兄，太厉害了朋友们，这也太厉害了吧，感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感谢诗人硬话，感谢九师兄，谢谢文武文武，感谢 smoke， 谢谢王圆圆，感谢用户 L， 谢谢大家啊，辛苦了辛苦了朋友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同样是非常有节奏有动感的一首歌曲，大家可以一起跟着我们音乐的节奏一起这个点点赞，双击屏幕点点赞，希望在这里能和大家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音乐之夜，谢谢大家的粉丝灯牌，心中有话我们今天谈过啦，下面我们双击屏幕点赞哦，
一首《坐上火车去拉萨》送给大家。大家听过这首歌吗？感谢园林，谢谢用户 L， 感谢小兰子，谢谢池亮，感谢所有朋友们送来的人气票支持啊！感谢用户大，谢谢我们榜上每一位朋友们的支持，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的点赞，辛苦了家人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现在哇，第六名非常非常厉害，我们已经100万加人气票了，天哪！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朋友们，我们可以一起送出我们手中的这个，大家可以一起先把免费的人气票一起支持和助力，然后我们的铁粉老粉我们可以等到最后58分的时候我们一起冲刺，好不好？一起58分的时候我们一起冲刺一波。好，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走天涯，家人们一起公屏上我们打一波走，一起加油啊，我们一起向人气榜走去。辛苦了朋友们，来跟我走。
所有的朋友跟着我的步伐好不好，跟着我的步伐，听我的号召和口令，我们一会儿58的时候，我们的铁粉老粉们，我们一起冲刺，可不可以？好，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站在草原望北京》，我们还有18分钟的时间，感谢幻影，谢谢九师兄，谢谢大家。这是一首非常正能量的歌颂我们少数民族人民，歌颂我们祖国团结伟大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感谢人生路，谢谢，感谢诗人硬化，谢谢用户 L， 感谢何强，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关注，也谢谢大家送来所有的小心心小礼物，辛苦了。咱直播间这战斗力凝聚力太强了，不服都不行啊，我们现在是人气榜的第六名，辛苦了，谢谢我们榜上所有支持和助力的朋友，我们已经1868位朋友支持和助力了，
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把我们的助力人数我们一起往前再冲一冲，我们突破了2000好不好，我们可不可以一起争取突破2000，大家一起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完成我们的免费的人气票任务，就可以每人每天获得1330张的这样的完全免费的人气票，大家可以一起帮我们支持和助力，帮我们保下我们的红色粉丝牌。谢谢有仙则明，感谢洛鹏，谢谢天府世家，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路过的朋友，所有我们的铁粉老粉们，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熊猫，也感谢大家的154万点赞，辛苦了朋友们。北京第三名是我们现在还是北京的第三名，再次感谢我们榜上所有的朋友，感谢洛，谢谢洛房，感谢若晨，谢谢南苑，感谢天书，谢谢 Dream， 感谢小马哥，谢谢渊玄，感谢张心争议，谢谢心灵，感谢七公子，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好，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同样非常有节奏感的歌曲，叫做彩云之南，也是非常优美的一首歌。谢谢大家的点赞，感谢大家的人气票，谢谢亮亮，感谢诗意，谢谢阿秋，谢谢我们榜上所有的朋友，辛苦了朋友们。
好，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同样是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颂我们祖国大好河山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一首作品《中国美》。
辛苦了朋友们，给最后的两分钟。每次弹到这样的歌曲，真的就是觉得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是不是？谢谢大家，感谢冷冰冰，谢谢我们榜上所有的朋友，辛苦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人气票支持，感谢悠悠，谢谢灰灰，感谢冷冰冰。哇，我们目前是人气榜的第六名，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们已经190万人气票了，家人们，190万了，什么概念呀？我们现在马上，这个还有3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一起清空人气票，好不好？一起我们清空我们口袋的人气票啦！辛苦了，朋友们，我们今天能不能保住我们的红色粉丝牌呢？正能量，是的，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给大家千万别忘记了我们手中的这个。辛苦了大家，辛苦了，感谢胡小阳峰，谢谢伊呀哈，感谢思韵，对我们每一张的人气票，我们手中大家都可以一起送出来，这里我们的人气榜啦，感谢大家辛苦了朋友们。我们现在目前哇210万人气票了，辛苦了朋友们，还有最后2分钟的时间，最后2分钟的时间，我们的铁粉老粉们，我们可以进行最后的冲刺了，我们可以一起送出来最后冲刺，这里我们的人气榜。咱们直播间这个战斗力和凝聚力真的是太厉害了，感谢伊呀哈，谢谢看看，谢谢我们榜上所有的朋友，感谢我要控。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家人们，1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大家一起量力而行啊！我们免费的人气票千万不要浪费，免费的千万不要浪费。然后我们付费的人气票，大家量力而行。感谢忘忧草，谢谢姐姐。我们现在是第六名，这个数字非常的吉利，我们能保住这个第六名吗？家人们，我们可以保住我们的第六名吗？啊，今天的人气榜好像真的是会容易一些啊，会容易一些。但是我们也打出了太厉害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家人们，我们在一起冲刺助力一下我们的人气榜，最后的1分钟了。感谢伊呀哈，感谢忘忧草，谢谢点亮，感谢精兵，谢谢忘忧草，感谢一叶轻舟，非常感谢每一位朋友，感谢都挺好，谢谢华石春秋，谢谢明天。哇，11点的钟声已经敲响，家人们，我们一起在公屏上打一波，拿下！太厉害了，我们拿下了第六名的超级优异成绩，辛苦了，谢谢我们榜上每一位朋友们，谢谢大家的支持，感谢我们所有朋友们送出来的每一张，不管是免费的还是付费的人气票，你们辛苦了，漂亮！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辛苦了朋友们。那这个时候呢，我想送给大家一首歌，送给大家一首歌，大家一起在公屏上我们打一波拿下，好不好？送给大家一首《朋友》，致敬这个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一位支持和助力的朋友们，辛苦了，谢谢大家，感谢每一位朋友们。
谢谢大家的人气票第六名，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点赞，辛苦了，我们已经177万赞了，感谢大家。现在这个家人们，人气票可以休息了，人气票我们可以休息了，休息了。今天的人气票已经我们拿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名次，辛苦了每一位家人朋友们。其实人气榜这个东西呢，就是看的是我们一个直播间的团结的力量以及我们的凝聚力，所以呢，我们真的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有大家给我们直播间这么支持和助力，我觉得非常的幸运，非常幸运，感谢大家辛苦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向往行》，我们一起庆祝，庆祝一下，感谢大家啊！一首《向往行》送给大家，家人们一起在公屏上帮我们打一个感谢。再次谢谢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辛苦了辛苦了，感谢大家。那今天呢，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再送给大家一首《酒中同》，也是非常大气磅礴正能量的一首作品，同样是来自国家宝藏关大周老师的音乐作品，希望大家喜欢。滔滔江水又如何泛滥？对，我演奏的这个乐器叫做古筝，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古筝，但是大家可能对于古筝的印象，可能都是觉得小桥流水这样的声音会多一点。但古筝其实它的这个乐器有非常大的表现力和张力，有很大的空间。那我们在直播也是希望呈现给大家不一样的音乐风格。
首《九州同》送给大家，感谢大家的关注啊，谢谢，感谢南苑的万象烟花，谢谢大家送来所有的粉丝灯牌，辛苦了朋友们。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送给大家非常优美动听的古筝音乐。接下来呢，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一首来自海拉木老师的经典作品，叫做《别知己》。谢谢大家的粉丝灯牌，感谢洛的红包，谢谢，再次感谢每一位我们直播间朋友们的支持，谢谢。
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朋友的暗号啊，大家满屏的你莫走，是不是一首别知己送给大家，感谢一飞冲天，谢谢大家的粉丝灯牌，感谢大家的关注，望一路珍重，是的，非常动听优美又很感人的一首别知己，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感谢玛丽亚娜，谢谢心灵，感谢一飞冲天，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啊，辛苦了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欢快的歌曲，好不好？大家一起可以跟着这首歌曲的音乐的节奏，我们一起双击屏幕再冲一波点赞，我们马上就要200万赞了，感谢大家。谢谢 MING， 谢谢你的为你撑伞。
谢大家的小星星，感谢大家的小花花，谢谢洛，感谢洛的神秘飞机。
小心，感谢渊玄，谢谢渊玄的城堡，感谢洛，谢谢洛的守护之心，闪耀城堡，谢谢，感谢渊玄。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大家看过《少年包青天》吗？是《少年包青天》里面的一首主题曲，那英和思南老师演唱的一首《只要有你》，希望大家喜欢。再次感谢我们榜上的家人朋友们，感谢洛，谢谢南苑，感谢渊玄，谢谢天书，感谢 Dream， 谢谢雪花，感谢星辰，谢谢思念，感谢心灵，谢谢一飞冲天，谢谢大家。辛苦了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只要有你，是的。好，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送给大家一首《爱的故事》上集。
事上集送给大家。想学古筝还来得及吗？来得及啊，不管什么时候大家上手，什么时候入门都不算晚，都不算晚。为什么呢？因为古筝这件乐器啊，相比较来说是属于比较容易上手的，比较容易上手的乐器，就是它的初学入门不会那么的难。所以呢，其实不管什么年纪，男女老少都可以一起学起来。谢谢大家的粉丝灯牌啊，感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大家送来所有的小心心小礼物。人气榜家人们可以休息一下了，那个我们今天人气榜已经非常厉害了，大家一起帮我们保住了我们的红色粉丝牌。谢谢大家辛苦了，故事很美，给一首爱的故事上集送给大家。时间去练，只要我们用心去学，其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是不是？所以古筝这个乐器，其实我觉得非常适合普及性的一种乐器。所以大家如果有想法的，我们都可以一起尝试一下，一起尝试一下。大家可以去当地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培训机构，可以先去感受一下。
曲叫做《项羽》，送给大家。谢谢，感谢南苑，谢谢朋友们，感谢大家的红包，谢谢大家的小心心、粉丝灯牌，也欢迎新来的朋友们，所有的朋友回家，欢迎大家回家。一首《项羽》送给大家，好听，觉得好听的朋友，我们记得左上角一定要点点关注。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云与海》。可以休息了，大家可以一起，我们留起来，下次我们明天再送出来。谢谢大家的掌声，感谢大家的小心心啊，谢谢，感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关注。
想吟诗一首？可以，欢迎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文人墨客，大家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好听，非常好听的歌曲，希望大家喜欢。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点曲环节了，大家可以一起把自己我们最想听的一首歌曲打在公屏上，然后呢我们可以首先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加入粉丝团的朋友可以一起参与我们的点曲环节，好不好？我数54321，截到的第一位朋友就送给你这首歌曲。以后有女儿也让她学古筝，真的学古筝我觉得是非常修身养性，而且女孩子嘛可以培养，一个是可以让她静下来，再一个是可以培养她的气质，陶冶情操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谢谢大家的小心心。好，准备好了吗？5 4 3 2 1。我们八级粉丝团的水清点了一首《步步生莲》，可以，我们弹一首《步步生莲》送给大家。
股生莲送给大家，也祝大家都能够万事如意，步步生莲。谢谢乾隆在渊，感谢乾隆在渊，谢谢沧海桑田，感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谢谢大家，好听，欢迎团长回来，谢谢我们网上所有朋友们的支持，感谢洛，谢谢南苑，感谢若晨，谢谢天书，感谢小马哥，谢谢 Dream， 感谢默许，谢谢星辰，感谢乾隆在渊，谢谢思念，谢谢大家。我们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可以在左上角点点关注。感谢南苑的红包，谢谢南苑的大红包。感谢大家送来所有的粉丝灯牌，辛苦了朋友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静心的作品吧。时间也不早了，大家如果这个累了的朋友就可以把手机我们放在一边，然后闭上眼睛准备休息了，是不是？一首云水禅心送给大家。
感谢若晨的红包，谢谢。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古筝演奏就到这里，要和大家告一个段落啦。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开心时刻。大家开心就好，开心就好。那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今天所有朋友们的230万点赞，感谢大家齐心协力，大家的这个团结一心，一起帮我们拿下了人气榜。
榜的第六名的好成绩，我们已经保住了我们的红色粉丝牌，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那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每位朋友们，大家的每一个点赞，每一句好听，每一个小心心，每一朵小花花，每一个人气票，每一张粉丝灯牌，谢谢大家辛苦了，也谢谢我们直播间一直陪伴和这个支持的朋友，谢谢我们榜上的家人们，感谢大家一晚上连续不断的红包，感谢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送来所有的礼物支持，给了我们直播间这么多温暖温馨的画面，再次感谢我们榜上所有的朋友们，家人们一起在公屏上打一波，家人们辛苦了，晚安好不好，辛苦了，谢谢我们榜上所有的朋友们，感谢大家，什么都变好了，感谢洛，谢谢南苑，感谢弗兰西斯，谢谢天书，感谢小马哥，感谢 Dream， 谢谢默许，感谢乾隆在渊，谢谢星辰，感谢思念，谢谢真情张毅，感谢一飞冲天，谢谢子安，感谢少年，谢谢幺零八割舍，感谢小灰灰，谢谢灰翼，感谢自然中平凡，谢谢一帆风顺，感谢迟亮，谢谢用户九零二，谢谢咿呀哈，感谢天意，谢谢思韵，感谢九师兄，谢谢木木，感谢陈峰，谢谢浩瀚，感谢默默，谢谢真心争议，谢谢拂晓阳光，感谢卓十一，谢谢避风港，感谢不存在甜，谢谢谷歌，感谢小迷敏等等所有的朋友们，辛苦了辛苦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那我们就准备和大家说再见了，辛苦了朋友们，祝大家睡个好觉，做个好梦，明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哦，拜拜家人们晚安，谢谢大家的230万赞。